周同，你知道什么是奇门遁甲吗？奇门是包罗万象之法技，甲是力量之源。盘古墓之事，想必大家都有听闻。天冷前辈带着甲逃了出来，如果被毕方先找到他，必会持甲开眼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上四符，不与门的人。龙门，此次召集各位是有重任于此。看来就在这附近。你有资格成为雾隐门人，今日我们接你入门。真没想到，短短的时间你长得那么大，有点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啊，还非要本大爷亲自出马。